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击收藏或点赞。如果没有月球，地球就是第二个火星。皓月当空，洁白漂亮，这是人类心中的月球。可你曾想过，它为地球遮风挡雨几十亿年，是地球唯一的忠实守护神。在一般人的认知里，月球是围着地球转的，月球是地球的卫星，似乎是地球的守护神。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，如果没有月球，那么地球将会变成第二个火星，人类将无法生存。月球对地球生命至关重要。月球绕地球一周为27.3天，月球的绕地轨道是椭圆形状，能把轨道附近的陨石碎片全部给吃掉，这样大大减少了陨石撞击地球的次数。科学界也一致认同，月球是导致地球潮汐的主要原因。难道月球的作用仅仅如此吗？当然不是，地球自转角度与地球绕太阳公转角度并不垂直，而是地轴与公转平面保持66°34′的倾斜角度，这种倾斜现象被称为地轴倾斜。科学家们几经探索发现，地轴倾斜这个角度恰到好处，刚刚合适。正是因为有这个角度，才使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有春夏秋冬四季。为何地球能一直平稳地保证地轴倾斜呢？会不会有一天倾斜角度会偏离和变形呢？科学家经过研究探索发现，是月球引力让地球保持这个倾斜角度。如果没有月球，地球自转角度将得不到保证，那么接下来地球的北极、南极很可能成为沙漠，而其他地方很可能是冰雪交融，狂风大作，雷电交加，人类将无法生存。各位美女帅哥，欢迎大胆想象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，添加微信公众号 MCSD58， 下期节目更精彩。